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B 大雄 March Bear。今天呢，原本已经先上传了一个影片以后，突然就来了一个东西，它写着巴哈姆特。今天是11月16号，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会发布什么东西吧？对，没有错，就是 Pokemon Let's Go。那就让我们 Let's Go 吧。来喽。里面第一个看到的呢，好像这个是巴哈姆特的限量特点，皮卡丘的跟伊布的，这样。它巴哈姆特这张纸粘在上面的，退货的什么注意事项。然后这个是伊布皮卡丘的文件夹，巴哈姆特特别的。哦，还有这个。好像是特别赠送的吧，伊布的贴纸，这个到时候阿轩会拿去，因为他好像说要拿去贴在卡片盒还是什么。然后哦，我拿到的是梦幻的限量吹塔卡夹，这一张好像蛮多人想要的，是不是？不是我，其实我觉得。票夹其实也还不错，没关系啦。那我们本体在这里哦。最重要的 Pokemon Let's Go 的本体，我买的是 E-Boy 跟球的组合，阿勋买的是 Pikachu 跟球的组合。其实我也蛮想要 Pikachu 的，其实也还不错啦。这里面呢有Pokemon 的充电传输线，然后哦，卡加 E-Boy， 我觉得在揭开球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块卡加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来喽 ，E-Boy， 应该没有什么序号，就什么都没有嘞。就是有一块卡夹，不过这还不错。这是整个 Pokemon 的大地图，它是做成封面。如果不想要看到 E-Boy 在外面的话，其实它这种封面也还不错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地图呢，直接就是放在盒子外面，那这个盒子就会充满了 Pokemon 的地图。我觉得充满 Pokemon 的地图看起来有点杂乱，所以我还是把 E-Boy 放回来吧。下次去偷阿轩的那个皮神版的封面好了。我们来看看最重要的另外一个东西吧。这个就是这一次订这一块的最重要的重点来了。这个，呀，出来吧！这是 Pokemon Ball。宝贝球，这里有一个紫环扣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腕带，可以让你避免会喷出去。触感还不错，而且它很像那个小智之前他在那个腰边的那个 Pokemon Ball， 拿起来后，他好像按了一下以后 ，Pokemon Ball 就这样变大，然后他再这样拿起来丢出去。质感做的还不错哎，它这个。外面它做的是有一点点那个，这该怎么讲？有点软塑胶的材质哦，所以它有一点点的防滑。可是我觉得，感觉很容易脏哎，难怪它之前会出那个周边产品，就是那个什么玻那个什么塑胶硬壳保护套。哎，好吧，不过这一刻我应该会很认真使用，因为我有在玩 Pokemon Go， 这一颗好像。装了以后，可能好像可以说可以自动转呼吸罩还是什么东西吧。没关系，我之后还会再多做尝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本体就介绍到这边了。